对于这两天啊，是不是啊，这个蔡英文总统啊，要对这个陈水扁前总统来进行特赦？我们在这里要请问蔡总统，这是您的职权，我们尊重。但是这个特赦到现在为止，有没有对国人有一个清楚的交代？还是只是用元首的特权来办这样的事情？到底特赦一个贪污的总统，对国家社会、对我们下一代的教育意义是什么？必须要讲清楚。陈水扁先生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认错，也没有道歉，那是不是所有的不法所得是不是应该要缴回？还有对于是不是免刑，那免罪的部分是不是也有一并包含在内？我想520新总统就要上任了，那到今天为止蔡总统都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答案给大家。如果用这种偷袭式的方式，无助于啊对国人对事实真相的理清。所以我们再次呼吁蔡总统，必须你要把你特赦的权利为什么使用，要跟国人必须要来讲清楚。我们尊重你的职权，但是要让国人能够了解清楚明白。那另外我想明天就是5月17号啊，星期五，对于啊这个国会改革无法要在明天啊来三读。我们再次呼吁我们所有的国会改革阳光法案，都是啊呼吁啊，都是回应赖清德总统啊，他当时啊在竞选的过程当中，希望国家往好的方向走，能够政治更加的廉洁啊，更加有效能。我想我们这个都是完全回应啊这个赖清德总统的他的希望啊跟期待。我们更希望明天执政党跟在野党能够联手，让国会改革无法能够顺利的通过，让阳光能够照进台湾，好，让所有的政治发展能够更加的亲民。所以我们国民党从昨天中午就正式启动，好，一直到礼拜五上午的7点一场大门开门之前国民党都会轮流排班来从早到晚24小时不断电的在国会议场门口来值班。我们希望人民的声音赖总统要能够听见，朝野要怎么合作让国家往正确的方向走，请你赖清德总统也应该要全力的支持。我知道怎么看民进党团说他们要那个谢谢韩国瑜先协商，他说韩国瑜要先缓，总统昨天有不好的唱头嘛。